这是你的桌面吗？对。就你 V 第一个 Type C V 去。大家好，我今天要报的是立委卡典韦。那如果大家听了有想法的话，可以跟我一起做，或者就是当做一个过程分享就好了。然后，好。就是这是其实是一个围棋坑的，有点耍废的。然后围取暖的是那个打我笨蛋又站起来的简报，然后就是首先要感谢五月，哦好，对，好，对，这是一个围棋坑的暂时耍废的围取暖的是我又站起来打我笨蛋简报，然后首先感谢五月26号时吕昌大大已经帮我完成第9届家家，然后我的猪就是真的超标 face 的，对。然后再来是上次3月5号开坑完，我压力很大。自从失去 PM 以后，因为能力有点不足，就非常不足了。还好有利用了一些助填补立委资料，然后还有收一点就是同步立委资料，但我还是觉得负担很大 ，ORD。对，然后就是千万不要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做专案。我觉得有怒气的时候开干很好，但是萎靡的时候可能有点难持续。那感谢收一点就是非常惊人又伟大的同步，在我跟家人出国的时候，就在云端中瀑布飞行。然后就是说一点，就是把那个所有的 email 资料，其实他都有用 Facebook 跟LINE 私讯询问，然后也有打电话询问。那他也有询问说，就是因为有的立委其实他们并不想公开就是 email 的资料，就是怕可能信被淹没什么，就真正的需求没有被听到，那所以说一点就没有放这样子。那粉丝页就是之前有个人的也全部都更新的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就是附注说，如果大家进入这个频道，只会看到坑主苦苦改改叫，就不会看到别的了。然后这其实是为大家设立的频道。好，然后再来是开了一次4月24号以上咖啡很惊人不知所云的忙碌小松。那当天的进度是讨论出政党分类，就有孟勋跟陈东，然后也有认识立委生态、立委委员会，然后网站跟就是移化植物园的黄雄信。其实村长有，村长。也有提到，对，了解到有更多功课，然后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在最忙的时候开小松，还有千万不要因为贡献者长得很可爱就硬开小松。好，那当天4月24号在礼山咖啡的时候，陈东跟周一姐通过讨论，我也整理 ORZ。那因为我实在太不认识立委生态了，所以就是增加新的功课，就是看卧草国会无双摇滚区。然后还以为 LY 做了教你的立委投票指南，还跟教你取暖，然后所以 LY 跟教你加加，然后孟勋大神的前端 GitHub 就是 JavaScript， 然后就是谢谢 AU 在 Slack 上说按颜色就可以看到用什么程式写，所以我还蛮喜欢这个功能，就偷偷看他们用什么程式写。然后 Home 大神的 Database Schema 就是他是用 PHP 做的。那这是我在 Hackday 上面超龟速的整理，真的非常龟速。那这是第19次飞战试射黑客松的预定进度就要真人，然后还有有缺的资料要补，对，然后还是很喜欢没有页面可以完成，希望可以就是完成。然后最后还是感谢宇昌大大，从5月26号就不要脸丢脸躺着休息。对，好，心中有一股很挫败感，好，我要征求 PM 文字讨论公司跟对专案有兴趣的人打完收工，快来找我，谢谢。好，啊，要特别感谢小谢，好，拜拜。所以这一步。